子呢，它就可以焖喽。好像你炖汤啊、煲粥啊、煲那个银锅盖啊，放进去它都可以做。如果你姐、啊、来 ，1 2 3，不要怕，不会啦，我在。姐姐不用怕，因为你倒进去啊，姐姐以后你不管讲粿条也好，你要拿来炸整只螃蟹或整只鸡啊，你也是放而已。对了，而且最重要啊，姐姐粿条啊，很多人讲哦，你不会炒的人啊，姐姐他粿条我们很怕一个东西的，yes， 他会这样粘住，一定的。你不是喜欢粿条的？哇，你看他，来，跟你放先。你那么会吃啊，老板娘。等下你要看我啊，用机器炒出来的粿条有没有粿香啊？对啦，因为粿黑呢讲不出来的，一定要做出来的。师傅，所以你看啊，他最后啊，姐姐，我放那个酱油啊，还没有啦。哎呦，没有味道。你是真的喜欢粿条的吗？你会的吧？我看他按停，我以为是。他按停是暂停。对啦。然后呢，那你注意看啊，我的酱油放进去哦，它有没有粿香啊，姐姐？等下你用鼻子，所以你看它哦，哇，味道很香哦。老板，你懂现在切什么吗？手机吃了要到人吃了。没有，冷静。我们来介绍吧，人没有喝的。那姐姐，那你看到它味道香啊？不能了，哇，它有炸大的感觉哦。我这个，姐那个很重要哦。你懂这个什么？Yes， 你懂要做什么吗？